篮球，另外还开了一个健身工作室，哇，正面打板，要培养这样子的习惯了。非常精彩的高打板，这个脱离吴伟雄的范围了，可能就已经到犀牛去了。底线的一个转身跳投，渔船好，这个搭配的很可爱的笑容哦，你不知道该怎么样跟他来应对哦，然后讲话又极有礼貌，没错。 裁判在那边这个讨论刚刚是不是走步啊？运球运太多了，你会发觉本来很好的传球节奏啊，就是运球啊，让防守球用。李维哲变换节奏，抛上去给 Nelvio 直接摆进两分。嗯 ，Look the bell 没有办法，又没有打好。 这一次李维哲相当聪明，这个分数，哦，走底线进来，虽然还是选择加到右边，wide open， 哇，这一刻三分把握住，简单一个字啊，当你知道自己今天啊三分投射的手感没有太好的时候，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时候心里面的防守篮板是失手的。 哇，中国双方在今天运动比较偏低，所以得的分数也不多。哇，这边再来一球，中距离给了，嗯，但是他还是选择把球交给了左边的队友，这一球三分投进，没错 ，extra pass 火烫。啊，今天拿到了9分，这一回就像这样子。 有做了一些调整，就像这样子啊，因为蓝美成人也让他一点保护住，又是往里头来切。最近这几波的攻势呢，全部都是打里面。哇，直接切进来，左手放进。往里头来切。你不攻三分的话，你是没有机会的。最后来选择两分球的出手，杀到篮底下。 就我们所提的赵博胜应该已经这个成功的站上台银跟同一哥的位置。那今天台银呢跟上一场比赛有比较大的不同，这波的攻势再度在台银这边三分球，哇，太大了，哇。 但是这次的防守是失败，是失级接触。哇，所以刚才出，哎，不过后，最后还是交给了 Neville， 中距离命中。哇，他这种切入的动作真的是非常的具有威胁性。另外这边也有信心哦，在往外给，在台银呢，2分领先，7比5。 切入后面没有人守了，又是继续带球往前冲，哦，这手感还是很好啊，成功，在人群当中运球的确是很危险，哇，打人之后还有3。 秒钟的进攻时间，最后送到了右边，哇，wide open， 这一球把握住了，哇，台银真的越打越有耐心和信心，哇，这帮忙掩护之后呢，再交到了另外这一头 wide open 的情况之下 ，for three， 台银的下半场第一次的攻势啊，这个导球的节奏真的是不错，4分0-4，哇。 这一球发到了张博胜的手上，前面，再度发动，速度真的很快，完整，三分球，哇，翻！一般心态来吹判这场比赛的话，只能说这应该是水准年轻一辈的控球后卫啊，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两位人物。 哦，这让金九48-30的差距是进一步的拉开啊。过去的3分多钟，现在哦翻身，把对方洋将顶开，不过用力过猛的情况下，自己单的斜线2个传球就找到能够上篮的球员了。没有没有没有。
你还是必须要去犯他的规啊。李维哲一拿球之后马上的出手机会啊，的确啊，只是就是说在攻击的成功率来看啊，杆漂亮但是没进，回过头来台银在外围的空档拉，你不用担心 Look Never 可不可以切入攻击你啊，等他切了再说啊。在他武器库里面啊，这项武器也是被摆。今天来讲，布拉进攻的力道好像没有上一场来的这么理想。小球再交给李维哲，哇，直接从两位球员当中踩出了，球被对方给拨了下来啊。陈国维自己带球快攻，鲁雷米尔这一次也怀疑颜色，单臂。的确啊，周玉祥在这次的攻击里面啊，身体完全没有任何控制力啊。李维哲地板传球，再给 Look Navio 的手上。打心是让周瑜翔来守李维哲，绕过篮筐之后，这个小球差点被抄走，李维哲拿回来，再投进了。意外的插曲啊，没有影响到李维哲最后出手的信心啊。没错，这个球已经被拨掉。不好，球现在来到台银手上，李维哲。切入之后转身要找篮筐，这一次打板要到分数，顿位的问题。不过回过头来，李维哲打快，就再去犯，你只要让开就好。你不要认为说你可以打到火锅或裁判不吹哨子，你要犯规，你就在他还没有出手前，你让他去罚两球，要不然这种 ticky tack 不上，还不知道何时是他的归期。张伯胜在今年一开始的状况也不好，奈威尔的后撤步跳投在边。李维哲加动作以后再出来给张国维，陈国维后 yes， 一换下场休息，陈国维再度回到场上，陈国维传出来哦，台皮不管是两分球三分球的命中率都在五成以上，反观台银这边外线的切入，左手再给奈维尔，李伟哲再发动一次，这一次裁判哨声响不响？没，这可能有点定心引力的问题了。物体越大，引力越强。哎呦，是真的吗？啊，让对方无法转身啊！而且这种小碎步通常裁判是看不到的。点球已经发生了两次，你的球员去掩护人家的时候，而你没有站在帮忙防守的位置啊，这个是非常难以防守的。因为他该有的得分绩效。篮板球抓下来以后，李伟哲快速的过来，陈国维三分球 ，yes， 这在全队里面占绝大的一个百分比，对，你就知道今天他的队友是个个开花，每个都有攻击的威力啊。今天台银十名，在足球场上面会有这种情形，篮球场上面就比较难啊。这一次又是一个切入上篮，李伟哲，傻，而且我很拼啊，这种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会有感染力。切入上篮，金九也就放他上篮。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呢，打新是打出一波7-0的攻势，那台银呢则是还在挣扎。瞄一下，选择来投三分，哇，这是已经就是站稳双位数了。所以达新的先发阵容看得出来，就是有每个人都有破坏力跟威胁性。最难，这次选择交给连伟成带一步之后，中距离跳投没有。第三波，哇！结果第三波呢，这一球把握住了，一到区域防守就被对方投到高兴为止了，因为区域防守。转身，哇！结果又被打了一个火锅，这是勾天的。包括这场比赛的四场，过去四场比赛，16次的出手投进了9记三分球。不过定点还是他的专场。那我要回击一颗，时间快没有了，灌也快进那个灌篮，他是保持他的平衡度，除非这是天赋异禀的球员，在可以失去平衡之上出手，还有稳定性。李伟哲这个时候呢，又在转。没错，大概以前 Allen Iverson 时代哦 ，Allen Iverson 有几年是大概39%的命中率来拿得分王嘛。所以呢，在开赛打出破5-2的攻势。
队友帮忙掩护投。刚才的八球呢都没进，所以现在台银呢还是有六分的领先，8-2。继续往禁区里面来切，不过在行进的过程呢有犯规出现 ，N1 边底线结果放空，没有人守，但是最后也没有投进。还有第二波的攻势机会，再来一颗三分，再投进。在第一 ，Level 拿球之后呢，开拳术马上就出手，而且你在三分球的手感还算不错。又是往里面来带，最后这一球呢摆平了。进，你要守红之赛的话，你最好从头到尾去守他，以他的准度先黏就对了。五投三中，不过台银这边也有空档出现，你沟通成功就是对方的空档被你拿下。双方在第三节的进攻效率都很高。哇，这小跑车真的太猛了，今天。我给进来，但是你也没有抢断，所以让 Neville 非常轻松，直接眼看就要一个低命中率的出手，还是制造了犯规。还应该设法稳住。给到了右边，稳稳出手。这一场比赛，他再看一下切传，给到了另外这一边，没有人守，拍进去没拍成功。起来的时候，就是在国内篮球很少能看到这一块。好，最后带到了三分线外。哇，都这个决定用本土球员来守对方的洋将，是。慢慢的，这个会有这样子的一些后卫的人，还有陈国维在他旁边，还有另外一个队友，所以根本就没有空间走啊。所以炸弹是怎么形成的呢？就是这个样子。李维哲的超截，往里面切入，底线有一个大空档，郭少杰又是一个三分外线大空档，这回投进了吧？郭少杰包，难道玉龙变成一个老爷车了吗？李维哲再往里面切入，闪过了赫夫上来耶。对了，身为一个控球后卫啊，他发觉当队友攻击威力下滑的时候，他就必须要有强势的攻击欲望。李维哲，右边底线郭少杰的出手有了，好像没有出来哈。不太确定，有的时候你都用负面的方式啊来讲某些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激励球员。苏玉杰这次的出手也显得有点大意了，回过头来，李维哲已经过了，前场球开进来。李维哲运用到 Neville 的掩护，我再找篮筐，真的只有他们两将才拿到。又是李维哲，哇！有不少锁定总部的观众朋友是希望我帮达兴加油，可以看到他们拿下追平队史这两次也不简单啊。恐怕等一下还会再看到一样的镜头啊！篮板球的增强，李维哲。这个球站的位置恢复进行，李维哲运用到 Neville 的单挡掩护，外围出手有。台银队也正在尝试把场上的空间给拉开，李维哲再找到左边底线的陈立焕，哇！陈立焕是这个打火锅的这个企图是一定要出来，气势要出来啊！我选择给到了右边，这一记的跳投范申把握住，哎呦，小跑车出来，这球带的速度还是很快，自己还上，但是挨了一记火锅哦。刚才有点太大意了，后面这一边在左手勾球，哇哦，是外围的攻势。Neville 再把球交给了李维哲，推荐速度还是很快，最后给到了陈立焕，再放到两分。攻打 Luke Neville， 可是旁边有队友啊，就这一球运掉了。那现在来看到台银这边尝试三分球，比分差距呢最大。快 ，Neville 拿球看了一下。再把球交给了李维哲，切进来之后进去没有人了，所以现在不太妙哦。这一次球进算啊，裁判还是没想哨。现在张伯胜能拿球，再给到李维哲，继续往里面来冲。哇哇，这一球最后打进，而且还有犯规。带过来之后，这一球应该有，结果还是比较短一点。都带出一些空间了，
台银推荐的速度相当快，这两分把握住了，注意力全菲尔普斯今天上场时间一定超过40分钟了。哦，哇，最后这一次要进入到加罚状态。那李维哲看了一下，再交给 Neville 拿球之后 catch and shoot 出手投进。攻击篮筐的专注度也不错。左撇子的陈立焕，刚才是右手上篮，又一次的超截，又要上篮 ，David 才打不到火锅。陈立焕连续两次的进攻，然后贝尔哲，奈维尔要上来做单挡掩护，奈维尔，李伟哲必须要投三分来拆炸弹，结果拆得好啊，投进，但他抓碎瞎了哈，也不能摆手势啊，是是是，这样很容易被吹进攻。这个李伟哲拉出来这一波的进攻。7秒钟，6秒钟，李伟哲东绕西绕，绕给了奈维尔。奈维尔在篮底也得到了9分，大对角的一个长传，李伟哲弹一下进。他也在台皮打过3年的球。李伟哲假动作，奈维尔中距离 ，yes 啊、哦！奈维尔下半场的第一个 field goal， 好，但吕奇敏这一次没投进。吕奇敏在这个球季是台皮三分球命中率最高的人啊，超过40%的命中率啊 ，baby 一样啊。我觉得 Luke Neville 打球真的很客气啊。嗯。这一次李维哲他到了禁区当中，嗯，奈维尔也没有什么出手的欲望。李维哲再往里面切，高打板，不可思议的左手。Baron Davis 也没有把球给拨进。李维哲变换节奏，找到底线的空档，这个三分球 finally 要叫暂停了。